不会讲话的，我没办法讲话啦。87.79，回来了，亚龙多少钱？等一下，我刚原本要拍照，可是就是突然想到说它里面没有草吃，就马上下车了。前方有测速照相，你要干嘛？哦，脖子好扭哦，怎么玩一玩都玩到 bug？取回操纵权。扣好少。平衡能转啊。挪战改了。化石东西。再盖一个吃的吗？哎呦！干妈给你10块钱上据点。什么？干妈给我10块钱上据点？你给我什么东西？我吓到，对不起。要上去哪里？你说，要上去哪？我也被吓到了。来，我们有取得角龙化石，就可以再开一间吃的了。然后这样子，可不可以维持我们的生计？角龙，哦，有了，哦，有钱了。我们做的是不大可能成功的事，而你却成功的做到了这件事，谢谢你了。我原本是 Joker， 干，我不客气喽。素食餐厅，但是娱乐。拜托，要赚钱。言文字都变奇怪的话，哇塞，没有骂你呀、啊，我只说我不客气喽。小口，我不客气喽，难道这样子吗？50块给你养恐龙，我知道啊，那你是希望我重玩吗？那我重玩咯。甲龙化石，等一下吧。106，更贵啊，看一下哦。恐龙素，恐龙风味大餐。
六块。啊！开始赚钱了，同胞们，我们开始赚钱了。我这个就没有。便当盒，便当盒赔钱呐、啊。来继续接任务。玩具店呢、欸？可是承包。新城报案，娱乐城报，这是个大好机会，而且能确实帮助到娱乐部门，所以来啦，挂网十分钟的任务。哦，哦，对啊，他一星就是五块钱，嗯。便当一个十倍，削哪里削啊？超，它是便当盒，不是便哦，对，便当盒。哎呦！你种完十块也只能喂恐龙吃土，没关系啊，你看你应该给我十一块的，因为你看哦，国字的十一加起来是不是一个土字，对不对？应该要十一块啊。风味餐我有没有 很有道理，这可以研究了、欸，看一下哦。来研究是啥？哦，2000块，没有钱。来，我们看看别的。哈蒙德实验室电力公司，我很，这次没有用喽。那这十一给你吃十一，你要你老板吃土哦，你舍得哦？要干嘛？感谢 Joko 的31块钱，谢谢 Joko。来，我们一起谢谢 Joko。好，切！我这臭老板，然后我等一下去洗澡，你就要嫌我臭。我们维持发呆不停电，可以得到多少钱？得到100块钱，行，赚钱，有赚有赚。饿啊，好饿哦。
播个麦当劳广告好了，还指定。登机回来啦！登机，登机，登机。按错，看这个，怎么都是这个啊？偷取。19块，注意哦，19块哦。总算不是麦当劳广告。嗯，我来喝水，我来喝水止饿。啊！啊！到底发生了？大餐，对，21块，我是白痴哦，刚刚卖这个，快，对，便当盒，便当路，好啦，便宜卖啊，客人一个，这个嘞，客人也一个，这边是偏乡是吧？我看一下，对，还没盖，这个才能拿这一个，刚盖过了。如果用第一个导演就不行，不行不行，没那么简单。不然我就直接用第一个岛去挖一堆化石回来啦。欸，我是没试过啦，不过没有那么简单啦，我觉得啦。登机快回来哦，先要岛要倒咯。啊五啊啊啊。怎么是从这边回来？哒哒哒哒，已经飙到可以讲说感谢发罗了。走走走，嗯。好多、哦，啊，就是来就是研究好盔龙之后，盔龙多少？盔龙，感觉不能等到100，等到100我真的会穷死。145，改一改好了。把外观没有，拜拜，先发咯。欸，如果这边发研究室暴风战，感受到热带暴风，那我是不是要叫那个开启避难，这样子。